老公，快点吃吧。好久没有在晚上活动过了，总觉得心惊肉跳的。哎，我们只开灯一小会儿，不会那么倒霉的。是啊，这世道什么时候能太平呢？哎，这么晚了，会是谁呀？是个小女娃，看着年龄很小，可能是谁家孩子跑出来了。大晚上的，外面太危险了，要不让她进来吧。啊，也好。近日，城南驱魔公寓接连受到鬼物袭击，驱魔警署已经发出严重警告，呼吁各位居民夜晚非必要不出行，如果发现情况有异，请第一时间联系。有戏了，你快下来呀、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外星特工洞洞妖，总部派我来维护地球和平，然而地球现在危机重重，人类受到不明生物威胁，作为星球最伟大的战士，我必须尽快行动起来。陈总，看电视时间，不要乱跑。洞洞妖呼叫总部，洞洞妖呼叫总部。和以前一样，洞洞妖仍然孤立无援，洞洞妖必须独自解决这场危机，不然人类将会灭亡。开心了，开心了。是谁打晕了高贵的星球战士洞洞妖？没人打你，是你自己摔的。别再说话，擎天柱是你吗？人家才没有讲话嘞。是我，恭喜你啊，天选之人，竟然被我这个史上第一高贵的亡灵选上，你上辈子一定积了大德。出于一些原因，我失去了原本的身体，要附在精神力极强的人身上休养生息，而你的精神力明显异于常人，就你吧，你来做我的奴仆啊！当然我不会白白使用你，我会借你足以对抗鬼怪的力量。哎，喂，你在干嘛？有在听我讲话吗？孙子，滚呐！别挡着我吸收日月精华。你精神病吗？你竟敢打我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可是全世界仅此一位、天下第一的初代修。不好，有东西来了。啥动静？有人在练嗓儿。别急，让我看看谁唱那么难听。新来的？不知，应该是新来的。小闺女长得真别致。这是女娃，子夜觅食，她是来吃你的。喂，新来的，大半夜啊个头啊！快躲开！然弄脏我的床单，宝贝可是明天的制胜啊！我不管你是不是新来的，到了这都得懂规矩。还敢流水？要说几遍，我值日值日值日啊！哼，把地拖干净，听懂了吗？他竟然可以对抗鬼物，太惊人了！女娃可是怨鬼级别啊！局长，这我们还用出警吗？怨鬼都投诚了。陈卓，他这么听你话，能让他给我洗洗袜子吗？嗨，没问题。还有小酷酷。不用了。悠悠，卡卡，我可能要立功了。万万没想到啊，我竟然能发现个野生修士。
我决定了，明天一早全队出动去青山精神病院，这种人才绝对不能被埋没。速度快一点，打扫完这边再打扫那边。啥？你说那边很干净，没有黑水就不用打扫了吗？这就是你的态度？赶紧的，把地擦了，床单换了，衣服都洗干净，干不完不许你吃饭。院长，情况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想见见这位陈卓。啊，可以是可以，但是等你们亲自见了就知道了。不过局长你不能进去啊，你人高马大，还有严重的制服诱惑倾向，会造成病人的紧张情绪，不利于沟通啊。啥？你说我诱惑？其他两位这边请。他就是陈卓？是的，就是他。陈卓，醒醒，驱魔警署的警员来看你了。这么干净，这都是昨晚那个女拔打扫的吧？不光能驱服鬼物，还能驱使对方。陈卓，我坚信你就是我需要的。卑鄙小人，昨晚开始我脑子里就有很多乱糟糟的声音，是不是你弄的？喂，龌龊的家伙。这回你们看到了吧，啊，他就是个重度精神病患者，想必他都不清楚自己昨晚接触过女拔。他会不会有什么双重人格，清醒了秒变大佬之类的？并没有这种设定，你漫画看太多了吧。还是我来问问看吧。陈卓你好，我是驱魔警署的警员，你还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吗？昨晚，哇，他真好看。嗯，昨晚。哎，这姑娘气息不大对啊，我看看怎么事儿。可惜了，这姑娘长期接触阴气，乳腺癌晚期。喂，你胸口那两个小球球好像生病了，快过来我帮你看看。流氓！哎，你在干什么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他就是这么个情况，根本没有男女概念，我是故意冒犯啊。不会吧，难道他真是精神病？李院长，这个陈卓平时有没有什么异于常人的表现呢？硬要说的话，我们这儿的人也没有表现正常的呀。但他最近老是嚷着自己是外星人，还经常拿拖鞋与总部联络。外星人？局长，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好不容易发现个人才，绝对不能轻易放过。好耶，今天是我最爱的肉干干。我们就在这儿赖着，要走就带他一起走。女巴昨晚没有成功猎食，今晚肯定还会再来。先给你张地藏驱魔符保保命吧。哎，什么破玩意儿，吓我一跳。哎，肉嘎嘎掉了。哎，跟精神病打交道可真难。哦，是谁竟敢偷袭我们局长？嗨，我没事，快坐下吧。你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挨打一下能咋地？哎，陈卓并没有对女巴造成实质上的伤害，今晚他必定还会卷土重来。快去配备警力，安装日光阵，今晚务必要抓住女巴。属下明白，局长请放心。来，这一箱搬到大门口，都手脚麻利点，抓紧时间。陈卓，夏天到了，我要游泳了，好海呀，全是水。哎呀，哎，我的立功之路恐怕是任重道远了。局长，你快看，来了！不对啊，
怎么来了两个？坏了，这是南拔，是二级怨鬼里面最厉害的，他肯定是来帮女拔报仇的。日光镇根本拦不住南拔，快去现场阻拦他们，再分一拨人去保护陈卓，快去！大意了，本想先抓住了女拔再邀请陈卓加入我们，可现在你可千万不要出事啊。终于来了。啥玩意儿啊？我的外星同伴呢？总部不是说了今晚接勇敢特工动动腰回家吗？呼叫总部，动动腰呼叫总部。来接我的人未到，是否半路出了岔子？ Over over、怎么又是你来？坏了我的好事！来，你冷静些，这可是男拔，二阶怨鬼，比女拔厉害多了。小心！防护罩，开启。啥呀？陈卓。局长派我来救你了，局长，我已经到达现场，目前没有人员伤亡，请指示。执行抓捕。明白。红上，黑水有腐蚀效果，大家注意安全。明白。队长，小心！黑水腐蚀性太强，防爆盾牌根本抵挡不住啊！陈卓，小心啊！坏了，唯一能联系总部的工具没有了，老子要了你的命！哎呦，要开打了吗？强化宿主力量，金刚大力拳，是赤焰金尊拳。大象蹬腿，没那么low的名字，明明是佛陀冥想腿。地藏驱魔符。现在知道认错了，晚了。First kill， 下一位幸运观众嘞。恭喜击杀南拔一只，奖励你个好东西。哎，算了，你又看不懂。我。完蛋了，我的通讯工具没有了，回不去星球了。陈卓，他竟然这么猛。我不管，我必须要带他走。这实在是恕难从命啊，周局长，作为医院院长，保护好每位病人是我的职责。昨晚发生了那么恐怖的事情，病房都损毁了，大家心里一定怕极了。不信你看。哎呀，要有新病房了。昨晚我房间突然进来好多黑水，然后我身上的毛毛刷一下就没有了，好刺激啊。哎呀一样，哎呀一样。但是我眉毛还有一根没掉，厉不厉害？我也有，我也有，我偷偷给你看。
李院长，我明白你的难处，也麻烦您体谅体谅我呀。我们驱魔警署真的十分需要陈卓这样的人才。鬼物横行，所有脏活累活危险活我们都第一个上，但上有镇魂司，下有受难群众，我们能做的太少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也要来这儿常住了。可陈卓他，李院长，即便陈卓精神有问题，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我们需要他，只要有他在，我们一定能保护更多的人民群众。这，拜托了李院长，拜托了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局长，城南区又出事了。哎呀，说吧，出什么事了？城南区今晚将有一家七口毙命。你说什么？那个神秘小女孩今晚还会现身。快来试试嘛，新衣服很舒服的哟。局长，我们还不出发吗？天快黑了。李院长，真的没时间了，就让我带他走吧。好吧，你尽管去试试，但能不能带他走，我可不敢打包票。哎，陈卓，这有好吃的零食哦。陈卓，你穿这身制服肯定可帅了。嘿嘿，我隐身了，你们看不见我。哎呦，天娘嘞，他比程董流浪十多年的恶犬还难抓。呼叫总部，洞洞妖呼叫总部，洞洞妖疑似被愚蠢的人类监视了。洞洞妖坚决不从，誓死捍卫星球荣誉。欧巴欧巴，带不走，完全带不走啊。陈卓，你在干什么？没时间了，你给我听好。吕东，狙击手来。你疯了你，是谁派你来的？接近我有什么目的？这个说来话长。怂货，裤子都尿了，真逊。我才没有。先把他拉到城南再说。收到，大家一起上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终于按捺不住对我下手了。放开我，偷袭我算什么真本事？你们这群坏东西。老实点。院长，给您放这儿了。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洞洞妖，你是洞洞妖没错吧？我是你的外星同伴洞洞七。解开，解开。奔波吧，爸爸奔。暗号吗？李院长特意嘱咐过，没人知道他的暗号，那我就赌一把大的。啊哈哈！啊哈哈！勇敢特工，向你致敬，向你致敬，向你致敬！啊哈哈！啊哈哈！好吧，我宣布，星球最光荣的战士洞洞妖和洞洞七接线成功。终于成功了，可太不容易了。敬爱的洞洞妖同志，总部命我向你传达最高命令，可爱的人类正在遭受鬼物袭击，英勇战士洞洞妖的新任务就是消灭鬼物。洞洞妖坚决服从命令。局长，不好了，检测到阴气波动，可能是那个小女孩来了。什么？在哪个位置？就在门外走廊，还朝我们这边靠近。洞洞七，你成功打入了愚蠢人类的内部，我也要努力才行，为星球的伟大计划做出贡献。我们小女孩十分凶残，已经制造了好多起血案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没见过。我们此行主要是为了测量阴气值，为夺命小女孩进行危险评估，测完以后直接上报给这个官司。喂，别玩了，危险来了。又有危险？难道是白大褂老贼发现我不在医院了，想抓我回去？局长，一起不动靠近。什么？我可不惯着他这臭毛病。哎呦，可了不得，这小女孩是被献祭的，怨气贼拉拉重，虽然很可怜，但是当猪。哎呦，别急，别把我往前面挤。
怎么只有一个小孩？哎，你来的时候有没有看见穿白大褂的人？没有。仔细想想，认真回答。真没有。我脑子里的声音肯定是白大褂搞的。白大褂是敌人，那么声音也是敌人，声音又说你是敌人，敌人的敌人。哦，你是友军。这神马鬼逻辑，宿主你精神病了。来陪我玩。脏兮兮的，太恶心了。哎，快进来，他们说今天晚上不安全。哎呀，随便坐，就当这是自己家。布娃娃有什么好玩的？我这有个宝贝，你想看吗？锵锵，这玩意儿一转就会响，可好玩了。哎，不知道会不会发光啊？你等我关上窗帘看看啊。不用。哇，厉害啊，这是你的特异功能吗？我偷偷告诉你个秘密啊，我也有特异功能，我会隐身。我不信。怎么样，能看见我吗？能看见吗？能看见吗？能看见吗？看不见吧。能看见。不应该啊。你们看得到我吗？看不到。奇怪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局长，现在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苟着吧。真能隐身，你来试试。快拿水来，局长吓晕过去了。汪汪汪，隐身大成功。哎，你胸口为什么插着铁钉啊？这是诅咒。我还有五颗木钉。这么过分，哪家医院给你定的？我把他们剁碎了喂狗。是我父母做的，他们已经死了。要不我给你拔掉吧，钉着多疼啊。拔不掉的。天底下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，你就放心交给我吧。局长，你醒了，我试试。陈卓呢？他还敢袭胸。局长，看吧，拔不掉的。放下。我还真就不信了。喂喂喂，这钉子深入魂魄，很难拔的。真拿你没办法。五行分魂去钉法，心门钉。心门钉成功了。爷，你没事吧？行，继续拔。五行分魂去钉法，左正宫钉。左什么钉？右正宫钉。记不住啊，右手钉。左压神位，右压神位，脚钉钉。喂，差不多行了啊，你怎么还拔上头了呢？这真是天宫煞位，不可去钉，很危险哦。哎，好吧，五行分魂去钉法，天宫位，走起。要轻提示，魂魄解封，他会瞬间化为厉鬼，你要对他负责。局长，不好了，他突破成厉鬼了！陈卓呢？保护陈卓！我们没。陈卓！我不会降落啊！陈主，你没事吧？你看见了吗？刚才，陈主，要死了，好痛啊！我手破了，喵的！丫的，搞那么紧张，我还以为是致命伤。很久以前遇到的阿婆说，鬼如果想和人在一起，
又不想影响人的气运，就可以用缔结鬼气的方法。是你割破了银指潇洒用来抓肉嘎嘎的手指头吗？哎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，就用你第一次送我的礼物为契，我们缔结契约吧，证明差遣。哟，鬼物主动缔结鬼气呢。恭喜呀，获得鬼力一名。疼，好疼啊。知道了知道了，帮你治疗一下吧。好了，瞬间恢复，我的功力又深厚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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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卖宝的大仙家。局长，夺命小女孩看起来还挺感激咱们的，这算不算超额完成任务啊？陈卓，你太厉害了！真没想到，这个傻小子，他简直是我的救赎。要知道，鬼气复苏后，鬼物由强到弱，分为九阶。我们驱魔警署只能处理最低阶的游魂和怨鬼，厉鬼以上的案件都只能上报给镇魂司来处理。但现在，喂，我是周爱国，我之前申请的支援帮我撤销吧。啊，对，现在不需要了，不需要了，听不懂吗？把我的申请都作废吧。你没听错，再见了您嘞。哦耶，真解气！陈卓，我的立功之路就拜托你了。好香啊！这是。没办法，谁叫我是星球最英勇的战士？总部特别夸奖了。您好，这里是驱魔警署，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？我快要死了，能用这个救救我吗？不要了，你喝吧。这哪来的小伙子，看起来不太正常。你放心，不白拿你东西，我给你画个护身符吧。这护身符可不一般，能吸收天地灵气，保你祖孙三代。你可要好好珍藏哦。花竟然给了你这护身符。可是谁家护符会画小鱼吐泡泡啊？你可真不识货，别看他是精神病，他能耐可大着呢。别急别急，兄弟啊，我待会儿还要出任务，能不能让我插个队啊？那哪行啊，大伙都急着呢。咱局的作风就是谁都不能搞特殊。搞什么鬼？大师，这些都是给您的，能不能再帮我画五张护身符啊？哥，你送我一包不行吗？门口小卖部都被你们抢光了。分什么分？效率决定成败了，没买到就别过来凑热闹。怎么每张画的都不一样？局长。大师，求您再多画几笔吧。你在质疑我的功力？不敢不敢。都在干什么呢？胡闹什么？都赶紧去工作。动动腰，帮我也画几张呗。我这回来匆忙，啥都没来得及准备，给一点意思不成敬意。知道了，这才是我的好同志。你也吃一点吧，就当我请你的，不用客气。
我不怎么爱吃，还是您请。这还差不多啊，画好了。谢谢你啊，洞洞妖。对了，还有件事啊，红大桥有个棘手案件，总部特派你和我一起去处理。不，洞洞妖收到指令。局长好。这里每到晚上都会有路人被袭击，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凶手是人还是鬼。这个月已经有36起伤人事件了，我们真的急需知道始作俑者的身份。拜托你了，洞洞妖，怎样，有啥发现没？没有啊。你再仔细看看，这桥长着呢，别急着下结论。好。全体注意，有情况。不对，他只是自己摔倒了，没事吧？哎呀呀，都流鼻血了。好了，别哭了。警告，危险正在来临。好了，呼呼就不痛了，别哭了啊。有危险，小鬼头出来护驾。夺命小女孩怎么出来了？等一下，这边还有个鬼啊！妈妈呀，我要回家！局长，快跑！这是虎魂，厉鬼中期，依靠血腥味搜寻猎物。先是沉着流鼻血把他引来了，杀了上百人，还修炼出了专属技能鬼阴爪。可了不得，小鬼头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夺命小女孩根本不是对手啊！废话，小女孩身上只有17条人命，这老虎身上少说上百条。局长，你还记不记得10年前被动物园虐待的老虎逃出来了？就在这座桥上被击毙了吗？难道大桥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那只老虎？我竟然没事儿，这是护身符真的有用哎！大家不要怕，往前上，这孽畜伤不了我们。坚持就是胜利。很好，就这样，他伤不到我们的。糟糕，他被激怒了，要了老命了。护魂暴怒，实力3倍增强。快撑不住了，大家撤退。陈卓，不许，是我主人。你去吃他们。说真的，这么大的猫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哎。你就给伟大的星球战士洞洞妖当坐骑吧。老虎的屁股都摸不得，你怎么敢拔它屁毛？它会干死你的。想吃我？我给你一个家，你却想把我干趴下。耶，正在强化宿主拳头，流星打牙拳。杀猫猫拳。服，哦耶，他服了，我有新技能了，我会驯兽。小鬼头，快来看咱家新成员。
打包起来，走两圈。哼，就你想吃我主人，先从我身上踏过去。驾驾，鱼那边那边。哇，大猫还会飞，好玩好玩。局长，陈卓好像飞走了。哦，我部下这用提醒，还杵着干嘛？追啊！往哪儿追啊？我他喵的哪知道！分头行动，挖地三尺也得给陈卓找回来。是是是。嗯。哇哦！好刺激啊！喂，大猫，能不能飞再快点？鱼，啊，今天玩得真开心。好困，该去睡觉了。哎，对了，遛猫绳。这就算鸣宠有主了。来来来，跟我走，坐下。今晚你就在这睡啊，哪也不许跑，听见没？再加个小铃铛。空气栓大猫，看不懂，是我死太久了吗？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，有我伟大的星球战士洞洞腰在，再也没人敢欺负你了。搞定，要睡个好觉哦，我的大猫。嘿嘿嘿嘿嘿。依照宿主意念，空气绳索具象为锁魂绳。空气宿主驯化坐骑一头，捕魂。陈卓，是开饭了吗？你不是去警署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他们送你回来的吗？不是哦，是我自己回来的。怎么还受伤了？他们欺负你了，疼不疼？不疼，是我自己摔的。那帮坏家伙竟让你做危险的事，院长肯定饶不了他们。哼，多荒谬啊！一个精神病人能在驱魔晶眼皮底下消失不见。周局长，这事你必须好好给我解释解释。林院长，您听我解释，我们昨晚……打住，我不听。你该不会要说你们辛辛苦苦找了一夜，就是没想到他会自己回来医院吧？啊，我是这儿的院长，不是三岁小孩子。可是事实如此啊。啦啦啦啦啦，太阳当空照，花儿对我笑，小鸟说：喂，治一下精神病吧，现在这还完全有的救。哎呀，你烦不烦呀？第43次尝试治疗失败。嗨呀，小球球，又见面了，好久不见。我去过你上班的地方，但没看见你。我没在单位，去医院了。医院，你之前说的没错，我确实生病了，是乳腺癌。看吧，我看人可准了。是的呢，你真厉害。抱歉，那回我还误会你了。没关系啊，管他是啥呢，以后我们做好朋友吧。没有以后了。医生说我活不了多久了，可我还有好多好多事情没做完。我喜欢警署的工作，我想在鬼屋横行的世界保护大家，可我一直是被保护的对象。我真的好不甘心啊。在我伟大的星球战士洞洞腰面前，这点小事算什么？难道你有办法？那当然了，看我的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天灵灵，地灵灵。喂，
我可是正经灵，坑蒙拐骗的事办不了哈，你趁早死心吧，改善水质。哎哈，好，喝下去，保你身体健康，吃嘛嘛香。归营血。刚是我看错了吗？怎么感觉这瓶水有一瞬间是红色的？要一口气都喝完哦。嗯，好。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水里有沙子。嗯，好像没感觉到什么特殊的效果。但根据我的推测，你的病已经好了。是吗？那真是谢谢你了，以后有机会我再来看你。嗯，好啊。我真是病急乱投医，怎么会对他抱有期待呢？他只不过是个平平无奇的精神病啊。他怎么哭了？喝我一瓶水这么感动吗？啊，洞洞妖真是太伟大了，牺牲自己照亮别人，当真是超级英雄呀。局长。嗯，张悠悠同志，辞呈我看到了，我不会同意的。可是局长，我……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因为我们特殊的工作性质，导致你的身体出了问题。从鬼气复苏的那天起，对抗鬼物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，就是我们的使命。为此，我们日以继夜地奋斗着。我比任何人都清楚，你对警署的热爱，对这份事业的热爱。你为了警署贡献了一切，所以即便你再也无法坚守岗位，警署也不会抛弃你。所以我不会批准你的辞职报告，驱魔警署永远是一家人。你就当时放了个长假，想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警署全部给报销。局长，以上是警署对警员张悠悠做出的郑重承诺，同时也是对警员张悠悠在上一阶段工作中取得的成绩表示感谢。是，警员张悠悠收到。东东妖，别玩了，快下来，来看看我给你准备的礼物。哇，这是星球信号接收器。给我的吗？对，李青山那个老古董说啥也不肯放你去警署了，但我们之间必须要保持联系，需要时我好过来接你。你还不会用吧？来，我教你。好。局长，今天那个案子我们到底接不接啊？鬼物引发的案子太多，人口失踪的事儿我们真没精力管呀，让他们去派出所问问。可是，怎么了，局长？没事，就是有点。喂喂，请求连线，请求连线，洞洞妖请求连线，收到请回复。不，洞洞七正在执行任务，暂时不能与洞洞妖连线。重要情报，洞洞妖有重要情报分享，请求连线洞洞七。玩。洞洞妖，请讲。震惊！洞洞妖一不小心竟然发现了宇宙的奥秘。什么奥秘？1+1的结果竟然，竟然等于2。1+1竟然等于2，洞洞七，你不知道吧？睡不着怎么办？小鬼头，我想出去玩。悄悄地，悄悄地。别吭声。嘎嘎嘎嘎嘎嘎，好开心啊！馋卓，你快看那边，有人鬼鬼祟祟的。在哪儿？走，咱去看看。啊，快快躲起来，别被他看到了。
傻猫。猪肉。什么阳火？阳火就是活人肩膀和额头处显示生命力强弱的火焰。那你咋没有？我当然没有，我是鬼啊。但你有。我有？我怎么没？看其宿主天眼。找我找我，我有。智障宿主不要乱拍，拍灭了你也死翘翘了。追不追？再不追他就要走掉了。追追追，快追，我得好好看看他的阳火。快快跟上跟上。啊，痛痛痛死了。不要哭，你跑太快呀。啊，出来吧。你又来了，这次要赌些什么呢？老规矩，可是你的寿命已经快要收光了呢。这叫做他的命，高不高？成交，开赌吧。真是恶心的男人，为了赢回自己的命，把别人的命绑上赌桌。我已经没有几天活头了，何必再混？算他自己倒霉吧。快快快，别墨迹了，快画押。喂，精神病，我可警告你啊，那边危险着呢，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，去你的，我非得去看看。再拖我一把。这个听不懂人话的家伙。咻，进来喽。这次我一定会赢的。哼。哟，好大的口气呀。啊，嘘，都别吵吵，咱们悄悄的看。哎，怎么什么都看不清啊？又糊了！是糊啊！我的牌明明这么好。再来一把！糊了，又欠我三十年喽！小哥怎么了？面色不好呀。快点出啊！又输了，这怎么可能？现在一切都完蛋了。你们看，他火焰怎么变小了？他把所有的寿命都输掉了。哎呀，我真是害人不浅啊！这位小哥，别躲了，进来玩玩呀。哎呀，你发现我了，真不好意思啊，偷偷进了你家。船长。没事没事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。今天运气真好，还翻财了。小哥快来呀，请来坐。这谁？不用管他，小兄弟，你想赌点什么？无论你是想要花不完的钱，还是妻贤子孝、父母安康，还是仕途高升，我们都能给你。刚走的那个人，他赌的什么？他赌的呀，是命。命？如果输了，那就两个人的命，全部给我们了。但若是你赢了，可是能够获得长命百岁、腰缠万贯、妻妾成群的命格呀。怎么样，
小哥要不要试试呀？我可以赌命，但是你们不行啊，陈珠，赌博不好，千万别碰，还是冷静一些，直接把他们全都干死吧。会抽王八吗？啊，抽王八？你是说赌博玩抽王八？对啊，怎么了？抽王八可是唯一被伟大的星球战士认可的赌博方式。上牌，嘿嘿，一副牌，弃掉小王和仨八，只剩下一个大王和一个八。均分后，按顺序抽别人的牌，凑对后出掉，最后只剩下王八的人就算输。来吧，我瞅你们没听懂呢，我再教你们一遍。不用，会，都会。哎呀呀，咋都在我手里呢？你这手也太臭了吧！看来又到我出手的时候了。哎，你抽。透视眼。哎，你小子徒步窥牌呢，照揍是吧？哎，真好玩。不应该啊，这是普通的扑克牌啊，我怎么看不透？哎，有本大爷在，你们这些低级鬼物可别想耍赖。能不能快点啊？我等的花都谢了。嘿嘿嘿，瞧你娘娘腔的样，一点都不果断。什么？这小子绝对有古怪。先不要轻举妄动，再等等看。怎么八爷到我手里了？这小哥有点本事。给我，怎么给他传回去？我要赢了，让我想想。你可恶啊！抽哪张好呢？就没有人能赢过我们。对，就是那张，快抽吧！哎，就决定是你了！哈哈哈！哦，对了，我赢了！好运，这是属于星球战士的胜利！什么情况？是我眼花了，他明明拿的是大王，怎么抽走了变成三？我辛辛苦苦赢来的寿命啊！这人明显是来砸场子的，给他的颜色看看。既然敢来找茬，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哎，今天风挺大呀，门都吹关上了，给我吓一跳。你家门也太不结实了吧！我发誓，我真没使劲。小子，别装疯卖傻。我们说的不是门的事。哟嘿，还想动手？小灰糖，大猫，嚷什么？没礼貌。小鬼头，把我的零食拿出来。这虎魂是东大桥那只？好像是吧。上次我们路过还被他追着啃来着，可惹不起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给你家门整坏了，这些赔给你们，你们不会生气吧？没有，您客气了。我们怎么可能呢？那我们继续玩，深更半夜我们暗度陈仓，已经算是好朋友了。来，一起拍个照吧。这家伙有备而来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忍了。我也忍了。3、2、1，茄子，耶！
果然，人的精力是有极限的，还是多给年轻人一些表现的机会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啊！我记得他们是……找到了，夺命三鬼，又是厉鬼级，陈卓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去了？全体集合，出警！嘿嘿，这下又是我赢了，居然又输了，这小子绝对不简单。可恨，不仅把那女孩的寿命赢了回去，就连我们的修为也被这小子赢光了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必须给他点厉害瞧瞧。我们再来一把，你先。快抽吧，快抽吧。哎，好呀，让我想想，出哪张好呢？等一下，有点不对劲儿啊。这是哪？如果我猜得不错，那三鬼是被你迎集了，运用了鬼域，这里应该是他们生前的回忆场景。如果不抓紧出去的话，他们八成会在鬼域里要了你的小命。切，有那么恐怖吗？哎。那边好像很热闹，哎，我去看看。喂，这里很危险，不要乱跑啊。大伙儿来看看啊，这傻子偷了东西还不承认，是不是欠收拾？哦，发生什么了？啊，他真的是人吗？长得好恶心啊。一看他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打。不是我偷的，饶了我吧。你是谁啊？怎么穿成这个样子？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放他跟我打牌行不行？天有情，地有情，我对牌友是真情。太吓人了！哎呀，快离他远点，不知道会不会传染啊？走了，跟我回去玩牌。走喽，打牌去喽！这狗爬子生前应该是备受欺凌，所以才对人类怨念深重。还好某些人的毒瘾大，不然就要被他的怨念反噬了。生前从来没有人为我解过围，哪怕是因为其他目的。走那边，他们在那儿等你。他们。渴了吧，快歇歇。我刚才唱的怎么样？好着呢，不光唱得好，还有那耍花腔的英挺身段，我怎么都看不厌。司令，您怎么回来了？荡妇，竟敢背着我偷人！姨太太，还有你，狗娘养的！还愣着干什么呢？把这两个狗男女给我抓起来！是。啊，这又是咋回事？到底玩不玩牌了？赵小翠，你可真有两下子！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浪，竟然偷人偷到我眼皮子底下了？司令说什么呢？妾身怎么听不懂？你敢跟我装？小翠，快拦住他！混账东西，打女人算什么本事？有能耐的冲我来啊！强娶小翠，还每天把她打得不成人形，移情别恋是理所应当，你活该被戴绿帽子！我们不怕你。好，很好。长生，小翠别怕，有我在。老子现在就成全你们，去阴曹地府做鸳鸯吧。龟儿子，老子数到三，把我牌友放了。一
你他娘是哪个队的啊？不想活了是吧？三，还愣着干啥？给我抓住他！是，给我剥了他的皮！胆小鬼司令，有本事自己动手啊！小翠，竟然还有人敢违抗司令！长顺，我活了20多年，还是第一次感到这么畅快。我不想在这丑恶的大院里度过一生，也想鼓起勇气一次，为自己活一次。长顺，你带我走吧。好，都依你。且等我杀掉司令，只有等他死了，你才能自由。等过了今天，你就是我张长顺名正言顺的媳妇儿，生同一个亲，死同一个果。这小鬼怎么这么难缠？今夜做事李太长，这万鸟事有这话。造造反了！哇，好帅啊，裴勇！这鬼域原本应该是重现三鬼生前遭遇，只要鬼屋每一个不顺心，陈卓就会死翘翘了。可是陈卓的出现，让他们有了不一样的心情和抉择，事态发展已经完全变了。等一下，胡子院内难安家，何不比翼米剑呀？你上路！住手！可惜啊，结果是无法改变的。长顺，这是你醒了？对不起，连累了你。你看，长顺死了，我也活不久了，终究是斗不过命啊。张长顺是死于斩首，赵小翠也会按照既定命运被烧死。陈卓，我们改变不了结局。哎，快看，天上那只鸟拉了一泡便便耶！不知廉耻的东西，我府司令那么好的男人，还不去死？烧死他！去死吧，荡妇！烧死他！烧死他！烧死他！丫的，有完没完了？哎，还能不能打了呀？原来你还惦记着打牌啊！赵小翠没错，张长顺也没错。力量加持，倒拔垂杨柳。错的是你们！给我滚啊！他竟然……快拿水来啊！救火！快救火呀！这边也烧起来了。鬼域快要消失了，我们在这徘徊已久，竟然从未想过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。要是当初有人能像你一样，我们是不是就不会带着那样强烈的怨念死去呢？这有什么怨不怨的，别人骂你们，你们就打回去啊，多简单的事情。是呢，你说的对。反正我知道封的是这个世界，不是你们。嘿嘿，所以别墨迹了，快点摸我的牌。嗨，突然感觉没什么劲头，输赢有什么值得在意的？你这地瓜说什么？输不起想耍赖跑路是吧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那就继续。我这把必赢，所以准备为我欢呼吧，牌友们。这。我说小哥，你救赎了我们，就是为了赢光我们的修为，让我们魂飞魄散吗？局长，请指示。还指示什么？直接上！陈卓，我来救你了！别玩不起啊，赶紧交赌注。陈卓，你来了，我正想着去找你呢。来啊，一起打两局。
啊，这局长小心！这是，快把我们抓走吧，求求了！再玩下去，鬼命都没啦！你们是驱魔金属的吧？局长，树枝显示是幽魂，他们不应该是厉鬼吗？怎么回事啊？他修为都输给他了。哎，赖我做什么？是你们臭王八的手气太臭了。什么情况？这怎么还有人质啊？局长，这个人好像就是地产大亨吴家失踪了的千金啊！吴家白天来报案，我们还没接。啊？那我们还顺手找到了失踪人口，陈卓真了不得。好了，大家伙动起来，忙完赶紧收队啊。谢天谢地，终于不用臭王八了。警官，你们真是好人呐。以后我们一定好好做鬼。哦，下雨了呀，那我也不玩了，该回去睡觉了。等等，陈卓，下雨了，我派车送你回去。不用，你那小黑匣子太慢了。局长，那小女鬼和武魂怎么一个成厉鬼中期，一个成厉鬼后期了呀？啥玩意儿？都变强了吗？陈卓，你到底怎么办到的？去！大诺，再快点！阿雨猴，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可恶！陈卓，出了什么事？我们来帮你了。你们来的正好，快帮我按住阿雨猴，他想偷袭我。我傻眼猛猛的给他扎上一针。好，交给我们吧。你们抓稳了。阿雨猴，不要靠近我！亮亮亮，学到了！陈卓昨晚跑出去的事，你竟然现在才和我说？你不应该第一时间就和我联系吗？啊！他昨晚淋了雨还感冒了，你知不知道给他打针有多难呢？周局长，你少拿厉鬼搪塞我！我不听，我不听！哼，你别狡辩了啊，也别跟我说你在路上，我们青山精神病院不欢迎你。白衣服果然没好人，他们都帮阿远猴，不帮我。等等等，陈卓想什么呢？哎，小球球，这是给我的。对呀，都是我亲手做的。哇，好香啊，比我吃过的所有肉嘎嘎都好吃。托你的福，上次喝完你给的水，我的身体竟然奇迹般的康复了，我又能回到驱魔警署工作了。陈卓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这有什么呀，我们是好朋友呀。我了解过陈卓的身世，先天精神病，被父母遗弃，之后在精神病院长大，基本上和外界没有接触，真希望我以后能多多照顾他。陈卓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也愿意成为你的家。陈卓，总算找到你了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昨晚你救了我，我是特地来道谢的。昨晚。相似度99%，没毛病，确实是同一个人。道谢啊！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啊？大爷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我是驱魔警署局长周外国，我都来了好几次了。你们李院长是我的好朋友。我睁大眼睛了，我们院长特意交代过，
为了防止驱魔警署来我们这偷人，以后出入病院都要严格登记，获得他的盖章批准才可以。偷人？哎，李院长，你快跟门卫说说，让我们进去啊！想进来啊？可以。你们登记了吗？登了，登了，这儿呢。不信你看，上面有我的盖章吗？没有，我都进不去，怎么找你盖章啊？哦，那不能进，必须严格按照流程来。哼！周局长，这好像是个闭环啊。他是不是在故意为难你啊？那你现在给我盖个章不行吗？现在？哎呀，抱歉啊，今天没带。李院长，我承认我给医院带来了一些小麻烦，我给你赔礼道歉了，行不行？不行，我们医院不欢迎你。你别这样，我真有要紧事。那人看到了吗？南京海事第一富豪丰恒地产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吴伯通，昨晚我和陈卓就是救了他千金，他特意来想感谢一下陈卓。这事儿你不早说呀，陈卓我从小看到他就像我亲儿子一样。快开门，别怠慢了人家啊。欢迎欢迎，我和周局长都是好朋友，偶尔爱开开玩笑。哎呀，这样啊。哎，你，我跟你道谢，你抽人骨头。哎，这家伙在警署尝到甜头学坏了，人家不就是没有带感谢的礼物吗？哎，这怎么还打起来了？动动腰，我来看你了。局长，悠悠，你已经完全恢复了。是的呢，托陈卓的福，他真是个神人啊。轩琪，怎么样了？有没有跟陈大师好好道谢？哇，我跟他道谢，他好像特别不待见我呢，还抓我撇骨头。什么？吴董您放心，我去教育他。陈卓，人家大老远来感谢你，你怎么能这么没礼貌呢？白大褂，我跟你势不两立。停！他早上刚挨了一针，现在还不太好控制。要不我跟他沟通试试？东东腰，怎么回事？能告诉我吗？还能咋回事？看看小球球，亲手做了好多吃的给我，他两爪空空，来感谢谁呢？原来如此。陈大师，非常感谢您昨晚救了小女，今日是我们疏忽了，来得匆忙，没准备像样的谢礼。要不您看这样成不？这张支票您随便填，全当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了。这张支票你随便填，别再骚扰我媳妇儿。支票？这就是支票？支票！我想要支票！这小子才认识周爱国几天呀，怎么这么物质了？好说好说，大师您随便填，填多少给多少。还真给呀、啊！够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。真的填多少都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写了多少呀？写好了。他是想写99999万吧？这也太不客气了，这我怎么可能给得起啊？李院长，恐怕这样过于敷衍，还是难以亲近陈卓大师。能不能再想想办法，帮我拉近一下关系啊？您放心吧，交给吴先生放心。这事儿就交给我吧，又闲着你了。东东腰，人家掏心窝的想感谢你，你不如选点食物。食物？什么食物？我是说实际的物品，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、穿的、用的，你能选些你能用得上的，或者是你梦里想要却得不到的。想要却得不到的。哎呀呀，陈卓你羞不羞啊？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多谢提醒。邓董七，你果然是我的好战友。黑匣子，我也想要个黑匣子。黑匣子？汽车？陈大师可以开车吗？想啥呢？肯定不可以啊。
洞狗妖，你要不要再想想？不，我意已决。如果有黑匣子，我就不会淋雨，也不会受皮肉之苦了。陈大师啊，您想要小汽车没问题，但事关重大，需要周局长和李院长同意才行。他们不同意，我送了也是白送，不是？哎呀，怎么办呢？让精神病开车，我怕是要提前退休了呀。怎么办？拒绝了他，会不会让我们的友谊土崩瓦解？洞洞七，你犹豫什么？难道你背叛了星球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意见。陈卓本来就归医院管，还得李院长说了算。什么？你倒是拆得干净了。拜托，是白大褂从中作梗，不同意对吗？我也同意，但你得有个司机才行啊。啊，我是星球最高贵的战士，我才不需要。洞洞妖，李院长说的对，有身份的人都得有司机。哎，原来是这样子吗？那个陈卓，你自己开车怎么能行呢？要不我来给你当司机吧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，有悠悠在，陈卓和警署这不就绑定在一起了吗？那也就是说你要做我的……喂，我劝你别看见好看小姑娘就五迷三道的哈。徒弟？哎，啥玩意儿？他这是要收你为徒吧？悠悠，你愿意吗？啊，我愿意。师父在上，请受徒儿一半。没想到成为亡灵后还有机会感受收徒的快乐。好啊，我有徒弟了。让我想想，送你什么礼物好呢？我来，我想想看啊。给你个铃铛吧，没事听听响。叫这个吧，百鬼铃，可随佩戴者的能力等级自动驱散靠近的鬼物。这是货真价实的百鬼铃，有它做护身符，厉鬼级别都无法近身呐。悠悠，你赚大了。啊？什么？这是给小球球的礼物，不是给你的。谢谢师父。抱歉，我就看看。是不是陈卓啊，你还收徒不？不收，你年纪大了。竟然随随便便就能拿出这样的宝物，只要和他搞好关系。大师，择日不如撞日，我们现在就去埋车吧。什么？现在就可以清完黑匣子吗？当然了，不知道周局长、李院长意下如何呢？我没意见，李院长，你说呢？那我也没有。好耶，洞洞妖要有黑匣子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啊，师傅，这衣服是？哦，洞洞七送给我的，说是星球秘密研发的最强战斗服试验品，怎么样？看上去很厉害吧？陈大师，这衣服算什么？待会儿带你选的那些车可比这厉害多了。真的？那我可以选里面最厉害的黑匣子吗？当然可以。那我们赶紧走吧。你想要一辆什么样的车呢？还没想好。悠悠呀，你学学人家，你得主动和陈卓多交流才能亲近啊。可是我也不太擅长啊。这都是为了警署啊。那好吧。那陈大师喜欢什么样的车呢？ Reventon、 Lavrera、 Adura 还是 Hera 或 CCXR？ 啥呀，听不懂啊。但星球战士洞洞妖不能有弱点。我喜欢 UFC 吧。没有那种类型了，你不要不懂装懂。俺也要，我也喜欢 UFC 那种类型的车子。哎，不愧是我的好徒儿，咱们俩可真有眼光。UFC 是什么车 ？Yes。我的心好累，我想静静。
李院长，你就放心吧，天黑之前我绝对送陈卓回来，不会再出事了。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大爷您好。请问这里是青山精神病院吗？大爷，来找茬的吧，这么大的字不比我显眼。不是。可那牌子不是。是这样的，我们听说这儿的成卓大师画符特别厉害，特意来拜访，想跟他求几张符。切，成卓现在到城乡饽饽了。啊，那可真不巧啊，他刚出去。哎呀，那大爷，陈大师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们可以等，或者大爷您帮我们联系一下呗。大爷，一口一个大爷，我有那么老吗？我才38。行了，赶紧走吧，这是医院，不是求福的地方啊。那大爷您得帮我们通报啊。想求福还叫我大爷，做梦去吧。欢迎光临。安排。遵命。周局长，我在金江酒店订了席，等下一起吃个便饭吧。好，古董破费了。陈先生，您随意挑。怎么样？红色好玩，特别符合您的气质。那这辆呢？这辆更适合您了，可我觉得这辆也很不错啊。哇，简直绝配，今年的业绩都完成了。好可爱，就要它了。大师，您真想好了，这辆车可不值多少钱啊。我不管，我要他，我就要他。大师，消气消气，刷卡，现在开走。耶，我有黑匣子喽！今天是谁把那辆小鱼头放出来的？我单方面宣布，他是我的一生之敌。师傅，您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这个黑匣子也太慢了。洞洞七，他们凭什么走在我前面？师傅，我们的车本就没他们快呀。有的，你加速，其他交给为师。周局长，陈大师救了我女儿，又有你的力荐，我现在谁都不信，只信陈大师。你和陈大师关系好，请帮我说说话吧。这个。我那工地都平白无故死了4个人了，还查不出什么原因，再不开工这损失担不起呀。我帮你问问，他其实很讲道理，收了你的车应该问题不大。你们看后面。东东七，有本事来追上我呀。他们那小车怎么能开那么快？张悠悠，你干嘛呢？想上天是怎么着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。你这样直接去金江酒店吧，吴总要请他吃大餐。收到。大餐过后。到了，就是这儿。自从金陵出事后，我就不敢施工了，请人上了锁。东东七，你看吴总请你吃了那么多好吃的，待会儿好好帮人家好不好？我知道了。我先去开锁，手怎么不听使唤了？还是我来吧。锁头开。好了，可以进去了。局长，你听，有声音。吴董，你不是说停工了吗？怎么还有人呢？哪儿有人啊？那不是我的工人啊。等一下，我听到了，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，就是那栋出事的楼里。周局长，您能当局长，想必也法力高深吧？可得好好保护我呀！
尽力哈，但是老哥，你不是早就停工了？那栋楼怎么还有声响？我也不知道啊。等等，陈主，注意脚下，这好像是阵法。这里不对劲儿，我们到最高处看看。此地不凡，不知高处是否有星球信号接收器呢？大毛，走去最高那栋楼。哦，喂，陈主，你干嘛去啊？天哪，大师，不要丢下我！师傅，没事没事，你们都跟紧我，我这检测仪都没响，问题一定不大。这个地方果然不正常，这是奉恶鬼为神的献祭之眼，将恶鬼镇压在阵眼之下，不断的通过活人血肉喂养，怪不得工地会接连不断的出事。东东妖，救命啊！哎，你战友求救你不管？师傅，救命呀！哎，大头有危险！徒儿别怕，为师来了！赵局长，他是我的工人，他就是你跟我说被大锤意外砸死那个。对，就是他，是我工地出现的第一个死者。之前他负责拆除，抡大锤的时候大锤脱落。他就是这么被砸死的。局长，局长，那边还有。哇，老马呀，这是跟了我十几年的老马呀，是第二个死去的工人，他是失足坠楼了，腿都摔烂了。那是被钢筋穿透的老王和突发心脏病的老崔。局长，鬼物越来越多了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为什么检查仪没有任何反应？悠悠，你带着吴董先撤退。吴董，您不要怕，起来跟我走。不要杀我呀，周局长，救救我呀！东东妖，师傅，你可翻来了。徒儿别怕，来救你了。奇怪，这些家伙并不是真鬼，这是鬼域。我利用了吴伯通的恐惧，攒下了死者的死状，还得找出幕后那只鬼。哎，那些鬼物怎么都伤不了陈卓分毫啊？因为师傅太厉害了。冲他丫的！胆小鬼，吃我一记断肠指！陈主，陈大师，你要干什么？完美解决。东东妖，你对吴董做什么？局长您看，鬼物们都不见了。我记得局里培训的时候有讲过，有一种鬼域可以放大人心里的恐惧，将其具象的表现出来。难道说那些鬼物都不是真的，而是和吴董有关？看来是这样，没错了。等下，那不就说明这里还有别的鬼物存在吗？走，抓住他！陈大师，就是他把我脑海中恐惧具象化了。这姑娘是个枉死鬼啊，才一阶弱得很，应该是魂魄飘荡时被阵法吸进来，跑不出去了。来来来，别乱动，让我看看你是什么级别的鬼物。动动腰。好痒！可恶，我
真丢鬼。哇，我警告你们啊，赶紧离开这儿，不然都得死。他这是在警告我们吗？不是吧，听语气像是在开玩笑。我没有开玩笑，快点离开这里，不然他会醒来。谁会醒来？这个亡死鬼受困于献祭之眼，所以他能感受到这下面的恶鬼。我不能说，他要醒过来了，完了，你们都会死。陈冲小心，献祭之眼镇压的恶鬼有苏醒的波动。我能感觉到他的愤怒，你们必须献祭一个人的生命，不然都得死。看样子这里恐怕还有一只真正的大鬼控制这一切，所以怎么？周局长，您看我是什么意思啊？所以先撤退，这里的问题需要镇魂司来解决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，还以为要献祭我呢。师傅，快走了。师傅，局长，不好了。接受神的审判吧。陈卓，大坏蛋奥斯托拉，如来神掌。陈卓，别闹了，今天真的很危险，我们快走。这是，我的老天哪，这陈卓干的，这威力到底是不是人呢？师傅呢？师傅在哪儿？他没事吧？哎呦喂，我的工地呀、啊！你们终于来了。师傅，快上来啊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就是这烟有点呛。等一下，坑里好像有东西。这怎么会有这么多棺材？我埋下这块地的时候，可什么都不知道啊！完了，全完了！这好像是天魔教的献祭之眼呢。献祭之眼？天魔教？师傅，您可能不太清楚，自从鬼气复苏后，世界各地鬼物频现，为人类世界带来各种灾难。与此同时，出现了一群邪修，他们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这群邪修聚集在一起，躲避警署的通缉。其中规模最大、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天魔教。献祭之眼是天魔教发现的上古法阵，他们利用法阵养出恶鬼。上一次发现献祭之眼还是在一年前的远星市，即便镇魂司极力镇压，仍然造成20万人死亡。这么坏！我可是星球战士洞洞妖，看我干不干他！师傅，别去呀！陈卓。真是麻烦，这可是能灭城的阵法，这根本意识不到有多危险。悠悠，赶紧联系镇魂司，你保护好五斗，陈卓不能出事，我去带他回来。可是局长。是，我知道了。等等我。死定了，他们都死定了。坏人，躲哪里？洞洞妖，别闹了，这里的敌人不是我们能对付得了的，快逃吧。星球战士永不逃避，如果连我们都解决不了，那就没人能解决了。坏人出来。哎呦喂，祖宗啊，使不得呀。哇，好臭。哎呀呀，这是湿气呀，不能吸。可恶，我倒要看看什么玩意儿这么臭。陈卓，快走了，有情况。这是感受到有生人靠近，要提前苏醒了吗？糟糕。没错没错，你们快来吧，晚了我们局长就没了。站警员，快看呀、啊，好大的烟啊！完了，献祭之眼。
启动了。东东妖，你在吗？好臭啊，还啥也看不见。什么东西？东东妖，是你吗？还跟我躲猫猫？让我瞅瞅，那坏蛋藏在哪里了？我说你怎么还一脸期待呢？我们还不知道此处阵法喂养的是什么级别的鬼物呢。哪位？干尸，三阶厉鬼后期，估计都死了千年了，看样子生前还是个军士。干什么你？伏魔拳！我在找我真正的对手，你不配。我记得最中间那个黑盒子没开，坏蛋应该是躲那里了。飞机好烦，都看不清路了。哎呀呀，这不是邓邓七吗？你怎么了？陈主，快救他！他被吸了精气，灵魂都出窍了。哎呀，邓邓七是不是睡着了？哎，算了，带上他继续找吧。陈主，看那边。哦，可算找到了，原来在这里。陈主。感觉有点不对啊，陈主，要不咱们走吧？我感觉阵营的家伙来头不小。快走吧，陈主，这些军士身上的杀伐之气很重，恐怕主观中的鬼物更厉害。糟了，他出来了，好强的威势啊！竟然是干尸将军，这家伙生前战功累累，万人敬仰，身上竟然还残留一丝浩荡国运，想必生前有开国功勋。他吸收阴煞气千年，已是四阶恶灵初期。他让军士抓住咱们。洞洞妖，太好了，你没事。呀，你醒了呀，正好，携手战斗吧，洞洞七。哎呀，疼死了呀！可以啊，洞洞七，轻松地消灭了一名敌人。洞洞妖，你我！哇！哎呀！星球战士第一次联手惩治坏蛋！哎，那个将军还没有完全恢复，要解决他。就只能趁现在，我燃起来了！大坏蛋，吃我一击！回头是岸拳！你这都起了什么烂名字啊？大坏蛋就别回头了！得手了！哇！这把剑也太帅了吧！我喜欢，给我吧！你在干什么？嘿嘿！现在是做这种事的时候吗？喂，不能拿这个！这把剑跟随他叱咤沙场多年，二者早已融为一体。岂是你说抢就抢的？我喜欢的就是我的。况且，这家伙才不是什么将军嘞，他不配。要亲命了！你在胡说什么呢？张警员，快看，黑烟散了。师父，局长。这是我的楼啊！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可是为什么感觉这攻击中似乎有一丝恐惧呢？如果有恐惧，我或许能做点什么。鬼域，闪开！看到了吧，这家伙多恐怖！坏蛋，给你脸了！停！哎呀，谁来救救我呀？怎么了？是分出胜负了吗？啊！脱了，家伙！这家伙确实有点奇怪呀。
这又是鬼域。洞洞妖，不好了，我们大概是进入僵尸将军的死前场景了。咦，洞洞七，你也来了呀？快跑，陈卓，他们要打起来了！回来，不跑！快看，那个人就是将军。结束了吗？嗯。他还活着，只剩他一个人了。他还活着，只剩他一个人了。龙节迢迢去不归，汉家将军建国威，怪不得他死后身上都有国运萦绕，他舍身沙场是当之无愧的大将军啊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原来如此。我的功绩是我的。原来这家伙根本不是将军啊，只是个盗取将军身份的小人。不知为什么，看到你这张脸就讨厌。下旨，将军威势。好强的气势啊！停！他们这是……我们走吧。哎，这样就可以了吗？不用管他们了。不用了。他们这是在感谢你？那肯定，要不是我们，他们还不知道被困在这儿供奉假将军多少年，想想就憋屈。师父，陈大师，师父，你没事吧？您可太厉害了。嘿嘿，没事，谁叫我是星球最勇敢的战士呢？由我洞洞妖出手，自然马到病除。是马到成功，药到病除了。傻，我也很勇敢了，怎么都没人关心我。哈哈，记得叫人把那个大官搬回家去。咦，师父，你要那个做什么？天机不可泄露。怎么突然感觉头好晕？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师父，局长怎么会昏倒了呢？嗨，被僵尸吸走了那么多阳气，没事才怪嘞。艾图不用担心，他应该是平时缺乏锻炼吧。啊，我又什么忙都没帮上，到底能做点什么呢？要不我去准备些局长爱吃的，什么红烧猪蹄、东坡肉、排骨汤之类的，好好补补。走吧，师父，我先送您回。啊，我好难受啊！师父您怎么了？喂，为师在方才的战斗中泄露了体内真气，恐怕是不行了。乖，乖徒儿别哭，快，快问问为师怎么保住体内真气啊？怎么保住啊，师父？你不要再骗乖徒儿了，住院啊，为师也需要住院。啊？周局长阴气入体，已经侵蚀了他多个器官。以现在针对鬼屋病例的医疗水平来说，我们只能做到稍微减少病人的痛苦。你们还是尽早准备准备吧。大夫，那我老公还剩多长时间？也就两三天。
我这是怎么了？汪，老周，你醒了，怎么样，身体有哪里觉得不舒服吗？你们局那个悠悠做了一堆你爱吃的东西，你快来尝尝。我怎么动不了？我不吃。我的病是什么情况？胡说啥呢，你这体格能有什么事啊？在我心里你就跟半大小伙子似的，你现在就是低血糖，需要休息几天。是啊，爸爸，你为了这个家工作辛苦了，我还等您恢复好带我去迪士尼玩呢。老婆竟然没骂我，还对我这么温柔，我肯定是活不久了。陈卓在哪儿？我想见见他。洞洞腰，你怎么这么严重啊？对不起，都怪我，都怪我呀！要不是我拉着你去工地，现在你还在李青山那儿披着床单当蝴蝶，开开心心的做个精神病呢。对不起，都怪我呀！上次在东大桥，你磕破了鼻子哇哇大哭，你这么一个怕疼的人，现在全身没一块好地方，怎么不哭了不叫了？看来咱哥俩这回真是要一起去总部了。那儿咋样啊？待遇好不好啊？我还是第一次去，你可得领着我点啊。但我这辈子也算知足了，毕竟有家有儿的。可你不一样，你连个对象都没谈过呢吧？我现在真后悔把你从青山拽出来了。叽叽喳喳，叽叽喳喳，大半夜不睡觉啊！你没死啊？当然了，我可是星球第一战士，哪有那么容易死啊？太好了，有救了！陈卓能一瓶矿泉水治好悠悠的乳腺癌，我这个病他也一定有办法吧？我得想办法让他救我。是啊，你可是我们星球最英勇的战士，是最强的存在，更是我们整个星球的骄傲。我终于明白为啥星球派你来执行任务了，像我这种废物连敌人一招都扛不住，最终还得是你，不愧是你。哼，这算什么，你也会成为优秀的战士。机会来了。恐怕没有机会了，医生说我没两天了。啊，他阳气被夺，阴气入体，五脏六腑都被腐蚀了，估计活不过后天。这有啥，难不倒我星球战士洞洞腰。你靠我近点。嗯，洞洞腰，你这是弄啥？给你治病。咱不喝个矿泉水啥的？不是吧，你不会是要用那个吧？我还真是啊，明明有360种驱除阴气的方法，你偏偏选择最累人的。五种加成，七绿护体符，养神符，五雷大符，缺阴符。去！洞洞腰，这样就行了吗？那当然了，这些符咒耗费我百年的功力，要贴满8849日方可痊愈，知道了不？累死我了。8849啊，那万一中间掉下来怎么办？掉下来就说明好了呗。但是有点不对劲，洞洞腰，我怎么浑身上下越来越疼了？哎呀呀！哎呀，疼死了，我要打止疼打麻醉，不要碰我的符，不要碰。知道了，闭嘴吧。哼，他就是这次献祭之眼的当事人，驱魔警署局长周爱国吧。是啊，阴气入体活不成了，每年因为鬼物死掉的人不计其数，他也算死得其所。动作快点吧，早点调查清楚，早点回去吃饭，晚上还得值班呢，真要命啊。
我快过劳了。说的也是。丹，听说今晚食堂的煎饼给加辣条，快走吧。喂，我们商量下，你下次再要救人能注意一下方式方法吗？你知道用符咒驱除阴气有多累吗？你这简直就是瞎扯。悠悠，两个七玄阶修士。你就是陈卓。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好像找错人了。你搞什么？怎么可能会找错？老大说的就是这间病房啊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为了避免投诉，我们再核对一下。这呆毛怎么看都是一个人吧。哼，这睿智的眼神也完全一致。没错，就是他。啊，你好，我们是镇魂司的。昨夜风恒地产旗下工地发现天魔教的献祭之眼，根据可靠消息表示，当时你也在场，对吗？现场检测显示，曾出现过四阶恶灵鬼物，这根本不是驱魔警署能解决的范畴。所以，陈卓，麻烦你配合我们调查。我们想知道，你是否是未登记备案的修士？还是说？和天魔教有关，这是探测修士资质的检测石，来，麻烦配合一下。你竟然敢反抗！我们可是镇魂司，这身制服你不认？你们谁啊？精神病吧？竟然敢殴打镇魂司工作人员，谁给你的胆子？不打！老子管你们是谁，油光锃亮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。我给你带晚饭来了，今天有你最爱的肉嘎嘎。哎，你来了。啊，怎么打起来了？啊，他们是镇魂司的人。两位前辈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我师父他做事有些耿直，肯定不是故意冒犯的。你是驱魔警署的吧？镇魂司办案，你和陈卓很熟，麻烦让他配合我们检测一下。没错，这家伙脑子有问题，我们跟他交流不了。我记得资料上说他是精神病。等一下，你们说谁呢？你们脑子才有问题，你们才是精神病。就算你们是镇魂司，也不能这么说我师父。啊，可他确实是精神病呢。滚出去，想调查可以，换个懂礼貌的来。姑娘，你这是干嘛？我们可是一个体系的，昨晚的事故现场我们全都调查了，除了大官甚至没有可用线索，只能先调查陈卓。大官？那不是将军送我的礼物吗？你们镇魂司抢了我的棺材。好强啊，他是什么级别的修士啊？我道兄，你看那是白光啊，普通人怎么可能呢？检测师可以检测人类修士圣境以下的所有等级，不同级别会展现不同的光芒，修士等级也对应鬼物等级，只不过最强的神境修士和地境修士不在检测范围内。我这就去土匪窝窝把大官抢回来。可是师父，这点小事我能办妥，徒儿就不用操心了。走，去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你们几个干什么呀？这镇魂司不在那边啦！停停停！小鬼头，那个什么镇魂司在哪儿？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在这边。行吧，走，我感知到了，在那边。不是那边，都说了在这边了，我真是，哎，这日子一天都没法跟你过了。前辈，等一下。嗯，我记得你，你是工地上的那个女鬼，你要干嘛？前辈不是要去镇魂司吗？在那边。哦，果然没错，我就感知到是那边。怎么他说你就信啊？走，去那边。前辈，等等。嗯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哦，前辈，我没有地方去，能不能像他们一样也跟着你？
我愿意成为前辈的鬼力，随前辈差遣。这女鬼现在脱离了献祭之眼的控制，可世间之大，对她这种一界幽魂来说还是很危险的。而且她是难得一遇的九阴之体，心智良善，从未害过人。我建议你可以签下。不要！啊！你有痒痒肉，就是有弱点。洞洞妖身边容不下弱者。再见。嗨，挺好一姑娘，可惜了。前辈，我果然之前太丢鬼了，可是怕痒也有错吗？我不能放弃，还得再争取争取。等等我！你伤害过他，离他远点。前辈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到了。应该就是这儿了。哦，这就是镇魂司。哟呵，比我当年在时气派多了。大官，我来了。我们进不去，会死。没错，镇魂司布置了十二都天门阵，小鬼头和大猫贸然进去，可是会魂飞魄散哦。真麻烦。我知道了，那你们就留在这等我吧。你哪来的床单啊？你加油。嗯，镇魂司重地，闲人请勿靠近。你们能看到我？难道我的修为退化了？你该不会以为这破床单真有隐身功能吧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只好现出真身，与你们一决高下了。哎呀，你还想动粗？真拿你没办法。给你个好玩的技能吧，迷魂之眼，发动。我还没使出星球奥义呢，你们怎么就被吓倒了？好了好了，快进去吧，结果最重要，不要纠结过程。切，刚想夸他们有两下子呢。小脆皮，那是我给你加持的迷魂之眼的功劳。哎，算了，你就随便逛吧，我也走了，故地重游，去看看这儿的老熟人。听说了吗？咱们京海市也发现献祭之眼了。天魔教真是越来越猖狂啊，真想让他们尝尝我沙包大的拳头。我听说那献祭之眼是个精神病解决的。哎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别声张，这可是绝密消息。据说上头有意收编，已经派人去接触了。嗨，你们两个知道我的大官在哪儿吗？什么人？快说，不然可别怪我。居然不理我，直接睡大觉。喂，你知道我的大官在哪儿吗？这镇魂司怎么这么爱睡觉啊？连个能和我对话的人都没有。洞洞岂不是说这里是地球上最牛逼的组织吗？太好了，这儿还有人。请问，镇主，我找到你的大官了。这是镇魂司的收容室，放着的全是镇魂司搜罗的各种奇怪东西，大官就放在里面，我给你破译密码。算了，我给你加持力量吧，千斤重锤，不愧是我的力量，太顶了！警告，警告，有人擅闯镇魂司。全体修士集合！警告，警告，有人擅闯镇魂司，全体修士集合！糟糕了，拴住他，恐怕要出事了。他们明明有这么多宝贝，竟然还抢我的大官，真是一群混蛋。终于找到你了，我的大官。他们那些坏人没对你怎么样吧？喂，我说你别腻歪了，
刚刚惊动了警报，赶紧走吧。镇魂司还是有高手的，万一他们来了就麻烦了。什么人？敢闯镇魂司？不许动！把手举起来，转过身来。真是吃了豹子胆了，也不看看这是哪儿？哎呀，我晕倒了！可恶，好强的妖术啊！为宿主强化气力，力大无穷。真搞笑，抢人东西他们还有理了。老家伙，这么急着走吗？你晕我镇魂司这么多人，就为了一口棺材？迷魂之眼，迷魂之眼，怎么没效果啊？糟了，这是五阶南桥境的修士强者，迷魂之眼失效了。好强的威压，跟之前那些人完全不是一个段位的，我们快逃吧。老夫南阳子乃镇魂司供奉，对于亵渎我镇魂司之人，出杀。快走啊，愣在这里干什么？他只是看着牛逼而已啊。这老头口齿不清啊，刚刚叨叨什么了？我都没听清。上面让我们去了解情况，好像拉拢，这次是无法交差了。我就奇怪，他打得我还不了手，怎么会是个普通人呢？唉，我也不知道，如实上报吧。哎，那是什么情况？喂喂，醒醒！我天哪，我镇魂司到底出了啥事了？我这是在天堂？他是天使吗？周局长，你醒了。原来是孙院长，谢谢你啊。我的病怎么样了？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。来看看，这是你最新的片子。起初你体内的各个器官被引起侵蚀，快速衰竭，但现在近乎痊愈了，真是堪称奇迹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看来我这次不会死了。给你贴纸条的人是叫陈卓，对吗？他是你什么人？对，他是我的部下，也是我的救赎。局长，不好了，我师父他去强闯镇魂司了。啥？他疯了吧？快去镇魂司，镇魂司高手如云，陈卓真是嫌命长。好的。局长，你已经没事了吗？你头上……哎呀，不要动我的符！没想到这小纸条竟然能治疗阴气入体，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，陈卓。哎呀，院长，不好了，有个人抬了一口大棺材，想闯医院。在哪里？快带我去。我得赶紧叫上李青山，他算是陈卓的监护人，现在陈卓闯的祸只有他能背锅。他们去哪儿？哈哈哈哈，镇魂司被我打败了，全都一起上吧，我根本没在怕。哈哈哈哈，镇魂司被我们打败了，全部一起上吧，我们根本没在怕。果然白大褂没有好东西，你们也想抢我的大？等等，不要冲动啊。欢迎英雄归来。院长，这样能行吗？他可是精神病，您确定能让他听我们的话？放心，我看过周局长和他的相处方式，一定行。他很有可能是我们医院针对鬼物病例的突破口，我们一定要攻破他。你好呀，大英雄陈卓，我是金海医院的院长孙彤，欢迎回来。大家都知道你用小纸条救了周局长，一直觉得你是大英雄，都想和你做朋友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怕是没安好心。陈卓，
你可不能轻易相信陌生人。我不要朋友，该死的白大褂，休想打我大官主意。事态有误，少愣逼。哥哥好，你就是大英雄吗？哥哥，你能不能跟我做朋友呢？我把我藏的糖果给你吃。这小姑娘也是阴气入体，导致腿部神经坏死。我明白了，这群白大褂拍你马屁，大概是想请你帮忙治疗吧。可恶，为了攻略我，竟然派出了愚蠢人类的幼崽。合格的星球战士不应该同情敌人幼崽。哥哥，你收下好不好？完蛋完蛋，他有点可爱。东东妖，你要坚持不住了。沉着，你个大笨蛋，救人挺积极，啥时候把自己的精神病治一治啊？妈咪妈咪哄，妈咪妈咪哄。正在改善糖果成分。微赢丹。快看，他手里的糖果好像在发光哎！真的假的？不是给小女孩吃的吗？好了，不吃了，味道不错，你走吧。哥哥，倩倩走不了啊。你不是要救她的吗？搞什么飞机啊？把你做的这个给我，你就能走了。沉着大笨蛋，你害我还得再忙一趟。小偷小女孩坏死神经，驱散阴气。好了，自己走走看吧。大哥哥，我有点害怕。没事，有我在。你们是？别扶他，他自己能走。嘿嘿。我能站起来了，哥哥，倩倩可以站起来了，真棒！我的天哪，果然他可以办到 ，yes！ 哥哥，倩倩又可以走路了，谢谢哥哥。学会了吗？记笔记了吗？看明白咋回事了吗？快，快去再拉一个患者过来。是。局长，这里就是镇魂司吗？哇，好气派的样子啊。那可不咋的，镇魂司可是我国处理鬼物的最高机构，待会儿你们俩都听我指挥，千万不要说错话，我们救出陈卓就走，听见没？听见了。养你们一群吃干饭的，让一个精神病进进出出，一扔玫瑰就全被撂倒了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修士的脸还要不要了？局长，我师父好像没被抓。听这话茬，应该是没被抓。哟，这不是周局长吗？你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吧？来，先看监控。哦，好。我师傅好厉害，一个人撂倒一大片。探囊取物，这就是探囊取物吧？天上飘这老头看样子挺厉害呀。哎呀，怎么倒了？那么大岁数了，陈卓倒是让他说完话呀。动动腰这么强大。不愧是师傅。三位请用茶。看来三位对陈卓都非常熟悉啊。动动腰嘛，他我师父。哎呀，太熟悉了。那你们说，陈卓擅闯镇魂司，该当何罪？罗司长，陈卓就是一精神病，没有民事行为能力，再说他也没真把镇魂司的人怎么着吧，您这话严重了吧。就是啊，罗司长，
你想定罪？你确定能打得过我师父吗？开个玩笑，你们误会了。我自然知道陈卓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只是有一事不明，想请诸位帮帮忙。之前我派人去对陈卓做修士鉴定，但检测结果表示他只是个普通人。陈卓不可能是普通人。对，我师父那么厉害，怎么可能是普通人？啊，他不是精神病吗？罗司长想让我们再给陈卓检测一次吧，你放心，这事交给我了。好，那就拜托周局长。哦，嗯，奇怪，周局长以前不是出明镜修士吗？哎，是啊，我也没修炼过呀，怎么就升阶了？咦，奇怪了，局长，让我试试。哇，我也是二阶修士了，怎么可能？我半年前检测时还是白光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矿泉水。悠悠，你喝了陈卓给你的矿泉水，所以成修士了。那我呢？我应该是因为贴过陈卓给的纸条。怎么回事？和陈卓接触过的人，修为都不自觉有了提升。老李，你试试，你和陈卓相处的时间最久了。说的也是啊，没准我也觉醒了什么。这，啥意思？啥意思呀？你这啥也不是啊。天哪，怎么可能？李院长您还是跟我师父相处最久的人呢，怎么比路人还普通啊？看来近水楼台先得月也得是聪明人先得，大多数人只会暴殄天物啊。就你话多。哎呀，这可是陈卓给我驱阴的符咒，我好不容易做成的辟邪项链呢。怎么感觉有点恶心？驱阴符就这？等等，这竟然是鬼洞纹。周局长，麻烦你帮我引荐一下，我想立刻马上见见陈卓。来来来，好吃的都往上摆，机会只有一次，大家都抓住。院长，这样能行吗？我们都折腾一上午了。没办法，偷学又学不到，看了半天看了个寂寞。我看这陈卓不是个复杂的人，干脆直接上吧。陈英雄啊，您的本事我们都见识过了，死人都能救活了，您看您能不能也教我们学两手啊？你们学不会的，那些符里有我亿万年的功力，你们练个百千年也达不到我的水平。您说的有道理，但我们仍想讨些皮毛，好在这鬼气横行的世道，尽一点医者本分。阴气入体对我们来说就是不治之症，我们见过太多生命因此终结，那种无力感像钉子一样深深刺入每一个医生的心里。所以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逆转现状，不论付出多大代价我都愿意。是的，没错。陈英雄，您就教教我。那给你们吧，卓氏驱阴符基础篇。妈，救死扶伤是大事儿，就破例教你们两手吧。这么容易就到手了？陈英雄，这上面的字我怎么一个都看不懂啊？废话，你告诉他们绘制驱阴符要用到鬼洞纹啊，教程当然也是鬼洞纹编写的，普通人自然看不懂咯。这是鬼洞纹，笨死了。鬼洞纹啊，鬼洞纹。啥？鬼洞纹？那不是鬼界的文字吗？传闻鬼洞纹蕴含着超自然的能量，活人若是贸然接触恐怕会丢失精神，更严重的情况是招来恶鬼啊。看吧，我就说你们不行，怕这怕那的怂包样。不过也对，毕竟关乎自身性命了，
就没办法无牵无挂。最后问你们一次，要不要学？哎，院长，我要学。反正我家里俩兄弟少一个也不影响传宗接代，要是爸妈怪罪起来，就请转告他们说儿子出息了，去拯救世界了。说得好，那我更要学。我这辈子都在和医院打交道，家人不理解，朋友也不懂，现在有机会告诉他们救死扶伤，舍我其谁。没错，算我一个。院长，我也要学。还有我。你们这些家伙，陈英雄，我们要学，没人怕。真没想到他们一个个这么弱，却有这样的胸怀，后生可畏啊。快，所有人去会议室，我们马上召开紧急会议。是。是。孙院长。怎么都行色匆匆的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哎，周局长你回来了，陈卓真是太厉害了。不仅救好了我们医院被阴气侵扰的患者，还传授了驱除阴气的办法给我们啊。话说这位难道是大名鼎鼎的镇魂司司长罗玉明？是的。太好了，您见多识广，能麻烦您给我看一下本子上的内容吗？这真的是鬼洞文，还是用鬼洞文书写的驱阴符教程。孙院长，这张纸十分重要，我会派镇魂司修士过来帮助你们研习。好。人类和鬼物争斗千万年，若这驱阴符真可以驱散阴气，那么人类和鬼物的立场也会发生变化，那么人类反击的时刻就要到了。这个一脑袋白毛的独眼龙是谁啊？哟吼，哪来的人类五阶修士啊？陈卓小哥你好，我是特地来给你赔礼道歉的，我是镇魂司的司长罗玉民。镇魂司？什么？镇魂司抢我大官，就是个土匪窝！好你个土匪头头！不是，竟然还敢躲！你听我解释。哎，动摇都是误会，误会。他们没想拿你的大官。师傅，罗司长是来给你道歉的。是啊，我是来道歉的。小哥，你看，这些都是信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变好屁，出去！你们仨。真是乌鸦口水糊了眼睛，分不清好赖人了。爱徒，你竟然和恶人为伍，真寒了为师的心啊。还有洞洞七，你被人类服侍如此厉害，愧对星球战士的名号。师父，我错了，都怪徒儿道行低，识人不深。英勇的洞洞妖，我是因为身受重伤才被贼人蒙蔽了双眼，请你相信我对星球绝无二心。我一看那老东西就不是什么好鸟，指定是来偷东西的。这嗓门隔音还怪好嘞，他们答应帮我说好话的，能不能行啊？哎，这人长得好像镇魂司罗司长。罗司长能来咱这偷窥病房，可别胡扯了。哦耶，洞洞妖终于痊愈到家了。嘿嘿，洞洞七也终于痊愈到家了。不对，这里不是我家。哎呀，这才对嘛，陈卓，青山才是你的家，老赖在别的医院做什么？哎，你来看看，医院为你准备了惊喜礼物。啊，真假？什么礼物？难道是超级无敌霹雳爆炸肉嘎嘎？周局长，你说熟悉的环境能方便我接触陈卓？这都回到青山了，他怎么还是不看我？罗司长，你得有点耐心啊！想当初我追求陈卓的时候，也是道阻且长。你放心，你就黏着他就完了。追求？你救了金海市有功，应该拥有一间单间。你看看这里怎么样？啊？你会有那么好心？
实际上怕陈卓的大官吓到其他病人。东董妖，你误会了，这是总部的意思。总部觉得东董妖应该有自己的专属空间，不能老和他们凡人挤在一个屋檐下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东董妖感谢总部的安排。这个地方我早相中了，离后门近，翻墙也容易，再不怕牢里那老古董不让我进医院了。哇，这里面好大呀，比我以前的房间大三倍，不，五倍。你们俩还愣着干嘛？赶紧把我的大官搬过来啊。嗯，谁？我俩？废话，不然还有谁？今天阳光明媚，我要去修炼了。快来，大把手，三二一，一起抬。这玩意儿咱俩能抬动吗？有啥抬不动的？回来的时候不就陈卓自己抬上来的吗？哦，那行。准备好了吗？要抬喽。好。这玩意儿这么重啊，咱俩连个棺材盖都抬不动。我刚就想说了，你以为是泡沫呢？啊，这是青铜棺呐，青铜。哎，我还是摇人吧。哎呀，能摇人早说呀，欺负我这把老骨头啊。大家加把劲儿啊，最后100米了。嘿咻嘿咻嘿咻，加油努力。陈卓，不是，陈大师，陈大师修炼辛苦了，吃点东西吧。哇，你听我解释，这一切真是误会，我们是想给您的大官做些清洗保养，并非是抢。所以高人呐，您就别生气了，我们镇魂司全体上下都奢望得到高人的指点呐。哎，高人，算你还有点眼力。他嘲笑了，有戏。哎，高人，这么热的天儿，您这是什么修炼法啊？我看你有些资质，会些皮毛功法，却如此愚钝。嘿嘿，如此愚钝。好强的气息，是罗某目光短浅了，烦请高人指点一二。这些冰淇淋您尽管拿去。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坐下吧，我就传授你点皮毛。静下心来，闭上眼睛，吸气呼气，如此往复，你将进入一片白茫茫的世界。是。所谓修行，修的是心，所以要摒弃杂念，舍弃红尘，斩断牵绊。好热呀，他刚说什么呢？嘿嘿嘿，难得遇到五阶修士，我就助你一把吧。催眠，进入灵体世界。这是有种感觉。哎，那土匪头头可是自己倒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就是就是，没用的东西，好心助他修炼，他竟然中暑了。修炼时间结束，该去保护愚蠢的人类了。嗯，这些，所以你才没中暑啊。啊，今天好热啊，要不要给师傅也买个冰淇淋呢？这就是你说的保护？你这个笨蛋为什么要抢艾托的冰淇淋啊？啊，给师傅买冰淇淋的钱，等下应该可以找局长报销吧。师傅，你把我的那份还给我。艾托生气了。啊，是啊，快跑快跑。愉快的玩耍过后，保护艾图消耗了太多精力，东东妖需要休息了。喂，我说你不应该感谢我一下吗？托我的福，你应该是全世界待遇最好的精神病了吧。哎，对了，你不会认床吧？没有小胖的鼾声就睡不着。嗨，那怎么可能呢？
听说镇魂司那个中暑的司长跟小桃护士也交好友了，没想到我一把年纪了还能遇到情敌。哦，在哪儿？哼，来了！你醒了？什么来了？喵！你是说外面那只女鬼吗？她一直跟着你，要赶她走吗？不，不是她，我说的是隐藏在我体内的恶魔。陈卓，你没事吧？你该不会是想拉屎吧？白天抢了爱徒几十根冰淇淋，现在遭到报应了，活该。你该不会是想拉屎吧？白天抢了爱徒几十根冰淇淋，现在遭到报应了，活该。糟了，快，要快，来不及了！我与恶魔不共戴天。我到底该如何做才能融入他们呢？哎呀，什么啊？不对，他是尸体。沉着。太可怕了，看不见我。可是，你又没有能力。跟着我只会拖累我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让前辈看到我的闪光点。我跟你拼了！等一下！好舒服呀！恶魔滚开了！果然拉肚子了吧？看你下次还敢不敢一口气吃那么多冰淇淋！尸体去了你的房间，他怕是要偷你的东西。什么？又有人打我大官的主意？那种东西除了你谁稀罕啊？保卫大官，我们走。喂，你倒是先把……站住！好大胆子，来我家偷东西啊！看我做不做！这是傀儡尸啊！好歹毒啊，这是用邪术直接炼化了活人的产物。陈卓，这种傀儡肉身强横无比，很难击溃啊。我警告你啊，趁我还没生气你赶紧给我走，不然对你不客气。前辈，你怎么也往后退？你该不会也害怕他吧？愚蠢，星球战士怎么可能会害怕呢？这具傀儡尸好奇怪呀，我再看看。沉着，必须死。我警告你，我很厉害的，不要靠近我。你不要过来啊！前辈，他过来了，好可怕啊！他真的太臭了。前辈你好厉害，轻易的就躲开了他的攻击。他什么时候攻击了？为了增强他的威力，这傀儡里面竟然故意保留了生魂啊，手段真是太阴毒了。要被追上了。陈卓，我知道怎么对付他了。这种傀儡尸的弊端是操纵者无法相隔太远，所以罪魁祸首必然在1000米之内，去抓他主人。喂，你听没听啊？我说话啊。原来他的目标只有前辈而已。给你脸了。还是要打吗？那就
更改拖把木质，驱鬼柳木。看来你也不怎么厉害。提醒过你的，不要惹我。现在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傀儡师肉身强横，没那么容易挂掉，你要小心。果然如此。他怎么裂开？你不知道医院不让玩火吗？老实点，不许动！等一下，你怎么老是自创招式？这又是干嘛呀？啊，我懂了，困住他是吧？画地为牢。哼哼，出不来了吧？哎，这一天天的，跟精神病打配合真是太累了。还好我反应快。哇，前辈，你好厉害啊！那当然，星球战士没得怕的。求你杀我！这好像是他的魂魄。没错，他是被邪门歪道活活烧死，炼化成傀儡的，生魂一直被困在躯体内。从尸体的腐烂程度看，他被操纵的时间应该不短了，一定很痛苦吧？我想死。他已经这样了，再死也只能让他魂飞魄散，那样连转世机会都没有。哎，太难办了。前辈，他好可怜，求前辈帮帮他吧。嗯，你也被人欺负了？那你欺负回去啊！你干啥啊？路子太野了吧！你又要干啥？是要扯断锁链吗？断！好，我现在宣布，你不仅重获自由，还实力大增。什么啊？这都是什么啊？别胡扯了！难道我还要帮你提升鬼屋的修为吗？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再顺着你了。我用我邓东腰的名义发誓，就在今晚，一定让你得偿所愿。我真是受够精神病了！大力金刚喷雾！前辈，他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？可能是被我感化了吧。累死了，傀儡术也解除了。我不能强行帮你提升实力，那可是坏规矩的事。但是我可以借助药物短暂提升你的修为，你就趁着药有用的时候赶紧做想做的事情吧。走吧走吧，你别以为你长个了我就怕你哈，你要再来偷我大官，我还揍你。谢。周局长，好巧啊，大半夜的你这是上哪儿去啊？哦，罗司长，我去找陈卓呀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原来如此，他在医院也有联系。我接到报警，据说是医院被鬼物入侵了。啊，那鬼物没事吧？我比较在意陈卓有没有事。周局长，既然是镇魂司接到报警，那接下来的事儿交给我们就行了，你回去吧。那哪行啊，罗司长，以你现在的段位还不懂，陈卓是我亲密的战友，我必须确认他是否安全。别想支开我跟洞洞妖套近乎。你俩站住，陈卓睡了，不许人打扰。啊，你们就是高人的鬼力吧？镇魂司办案，我们想见见他，了解一下情况。哎，还是我来吧，他们都排外。我洞洞七，你通融通融，让我们进去找洞洞妖呗。这胖子倒是陈卓信任的人，姑且可以让他进去吧。呀呀，
山动动摇，你醒醒啊！奇怪了，这大官沉的好像被陈高人好像施了法。不行，叫不醒，根本叫不醒。司长，不好了！什么？离这不远的夜华小区发生火灾，初步判断是鬼物侵害所致。老罗，这咋办？陈卓现在叫不醒了。反正这儿除了保安也无人受伤，我留下人善后，然后你跟我先去那边现场看看。好。师兄，相助三长两短，我知道，嘘，别打扰师父。师父，师父，您怎么了？可恶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个该死的精神病，不知用什么方法帮傀儡师摆脱了我的控制，竟然让我受到了反噬。怎么可能？傀儡师的操纵之法，在咱天魔教内部都算高级术法，怎会被他破解？邪修，所以他一定是个邪修。都跟我走，先去把那个生魂抓回来，然后再找那个精神病算账。我就不信了，我堂堂北空境修士还治不了他。师父，快跑啊，师父。这是那个生魂？不对，他的修为怎么还提升了？三阶恶灵后期。啊！那湖里面好像还有人在啊！我下来时听你们叫的老惨了。让一让，大家让一让。是啊，驱魔警署怎么还没到啊？罗司长，这是？是阴火。这是有人以燃烧自己的魂魄为代价引起的阴火，魂魄不散，阴火不灭。周局长，麻烦你清场了，我来封印这阴火。哦，好。哎呀，这还有个修士啊！大家伙儿，这里太危险了，都往后退一退哈。这修士长得好像镇魂司司长啊。啥呀？别傻了，那是咱金海的英雄。怎么可能穿这么蠢的衣服？师父，师兄，天魔教，该死！师父，这家伙不仅解开了傀儡术，还提升了修为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不要慌，我既然能杀他一次，就能杀他第二次。小妲己。驱魂王，是。孽障，束手就擒吧。得手了。是。师父，这畜生！不要，师弟，你，我跟你拼了！你不是他的对手，快逃！孽障！师父，师兄，啊！你们一路走好，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。哎，你咋哭了呢？烧起来的是你家吗？我就说嘛，镇魂司他们着急忙慌走了，肯定是出了大事了。都怪你非得赖床，看看这火烧的也太大了。问你话呢，那是你家吗？不是。那你是看热闹的？对对。行吧，我也看看。咦，洞洞七和老白毛也在。嘿，遇上我算是你祖上积德了。镇魂司和驱魔警署我有熟人，我带你往前挤挤，看得更清楚。不用不用，我在这看就挺好。客气啥，走。不用了，我不爱看。为啥？都说了不爱看，你咋那么多话呢？嘿嘿，晚上好啊。
洞洞妖，你终于来了！高人，您终于来了！这家伙是谁呀？镇魂寺的修士们怎么个个舔狗一样？难道他看出来我是天魔教的了？那个，我突然想到我家里还有点事儿，先走了。干嘛走啊？好不容易挤到这么前面看热闹。我都说了不看，是你强行撞我来。这是天魔教的标志。放开我！好啊，果然是天魔教搞的鬼。别动，来都来了，走什么？哎，还是陈大师厉害啊！你咋能看出来他是邪教徒啊？我们教派行的是大善之举，是正义。喂，闭嘴！啊，喂，对，燕华小区，赶紧来！啥东西啊？你怎么又夸我厉害呢？不是，这么巧的吗？快跑啊！糟糕，阴火更狂暴了。陈高人，您可有办法扑灭这阴火？事成之后，我镇魂寺必有重谢。带过去吧。这火焰果然是那个生魂搞出来的。洞洞妖啊，我跟你说呀，罗司长折腾好几个小时了，火也没灭掉，他不行。洞洞七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土匪头头好歹还比划两下，你啥也不会，咋有脸说他？星球战士不可以这样。啊？我不是实力一般吗？我要是像洞洞妖你那么强，星球怎么会派我辅佐你？你不是一般，你是很弱。还有你，也是个麻瓜。上次知道你是，你就不争气。陈卓，别磨蹭了，再耽误下去，那个生魂大概率要魂飞魄散了。是，高人教训的对，是我天资愚钝了。那您看这火，交给星球最高贵英勇的战士洞洞妖吧。周局长，我要跟进去看看陈高人用什么手段灭火。太危险了，你就留在外面吧。我也要去。哎，可我没有余力保护你啊。嗨，那就不用罗司长担心了。哎，高人，等等我。洞洞妖还有我。既然你们非得跟上来，可别拖了我的后腿啊。哎，是，知道了。这就是阴火呀。可恶，你这孽障，是想和我同归于。那是，果然是有人在意魂魄相搏，到底是什么仇怨，值得吗？嗨，最终他还是选择用提升的力量来复仇啊，那应该就是炼化他的邪修了。要是直接逃走的话，没准可以就此自由呢。哎呀呀，这人怎么黑麻麻的了？这是阴火灼烧导致，到最后便会尸骨无存。喂。不能在室内玩火，怎么连这点常识都不懂？陈卓，都是你害我，为我的徒弟陪葬，拿命来！不是说了不让你玩火吗？对，对不？如果说对不起有用的话，那要金属做什么？养饭桶吗？哦，就是。给你创造了自由的机会，你偏偏要往死路上跑。你们解我术法，害我徒弟，竟然还敢这样无视我，就算魂飞魄散，也要拿你们陪葬。不好，这邪修被逼出绝招了，高人小心。你这孽障真是麻烦，能不能快点去死呀？别碰他！哎呀！这个生魂在加速燃烧魂魄，他想和对面同归于尽。嗯？为什么？打不过还不知道跑？这个傻家伙，我得给他帮忙！可恶！可恶！全都去死！糟糕，他要自爆！完了！这是他竟然吸收了自爆，可这样他也会。
这愚蠢的麻瓜，净做多余的事情。有洞洞妖在，你乱逞什么强啊？呀，对呀，啊，不，算了，下辈子再找我吧，我带你玩。好。老罗，我问你啊，你说，我记得魂飞魄散的鬼物不会投胎吧？嗯，不会。哎，总归除掉了邪修，也算好事一件吧。呀哈哈，还是洞洞妖厉害，唰一下就把火灭了。啊，对对，你说什么都对。哎呀，突然觉得做个精神病也没什么不好的。是啊。太厉害了，洞洞妖，这么激烈的战斗，这么大的火，你一下子全都解决了。嘿嘿，那当然喽，谁让我是星球第一战士呢？确实他太强了，不仅可以解开傀儡术，还能诱导生魂为己所用对抗天魔教，他简直是奇迹了。哎，陈高人，我真是深深的被你的魅力折服了，请你来加入我们镇魂司吧。啥？领导抢我外挂？老罗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陈卓是我们警署不可割让的一份子，你怎么能当我面挖人？你这是说的啥话？陈高人啥时候加入你们驱魔警署了？再说了，陈卓来我这儿那可算是高升，多少人想求都求不来呢。不行，他是我的战友，根本离不开我，不能走。陈卓，你说的。嗯，什么？我哪儿也不去。高贵的星球战士怎么可能去土匪窝窝？什么草为为为为？你是想说落草为寇吧？对，我怎么会去土匪窝窝吃草喂狗呢？我要回去了。哎，等一下！哎，快看，出来了，英雄出来了，是那个黄毛。我记得司长是跟着他进去的。哇，他好厉害啊！那么诡异的火灾都能扑灭。他也是镇魂司的修士吗？不知道啊，没听过这号人，但不管怎么说，他都是咱们燕华小区的大英雄啊。是啊，要是没他，恐怕我家也要一起被烧了。谢谢你大英雄，谢谢镇魂司。哇，看来你做了件大好事呢。看，我们镇魂司饱受民众爱戴，如果你能加入我们，那简直会成为国民偶像啊，是超级大英雄。所以陈高人来加入洞洞妖是超级英雄，麻瓜们崇拜我吧。我你要干什么啊？洞洞妖，陈高人，哎，你这是作死啊。英雄就是要与众不同。他怎么跳楼了？我的天哪，无伤跳楼，太厉害了吧。啊，是悟空术。仔细看看他好帅啊。又帅又强，不愧是英雄。可恶的家伙，第2436次尝试治疗宿主精神病失败。老罗，你们镇魂司有信心能驾驭陈卓吗？今儿个头条，震惊，灭火英雄拯救燕华小区。你们说到底什么是英雄啊？不知道哎。英雄应该要保护弱小，然后他们只会做对的事情。只做对的事情吗？那又怎么区分什么事情是对的呢？不知道，但我觉得你做的事情都是对的。所以你要加入那个什么镇魂司吗？哎呀，小张也真是的，丢下我一个人巡逻太平间。值班可算是结束了，我也快点回去吧。刚才好像有声音，一定是我太紧张了吧。小张，是你吗？别开这种玩笑，快出。啊！诈尸了！
亏了南阳子前辈的帮助，我们医院的专项组才能对鬼动纹掌握如此迅速。孙院长客气了，老夫只是完成罗司长交代的任务，真正厉害的还是陈大师啊。这股气息是哦救命啊，完蛋了，谁来救救我啊。住手。孽畜，镇魂司在此，休得伤人。奇怪，这不是鬼物，是一具尸体。金振彩，光照玄冥，千神万圣，护我真灵，五天魔鬼，身亡灭形，万神奉迎，急急如律令。南阳子前辈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他不是院里暂存的尸体吗？我也不知，快上报镇魂司。给我！对不起了，事态紧急，恕我无礼。肌肉哥哥，陈高人，昨夜金海医院发生了一件怪事，已经宣布死亡的尸体突然复活伤人，好在我司供奉用安魂符将其镇住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。哎呀，你们总算来了，这人前天说感觉不适来医院检查，却无任何病理特征，紧接着就是身体各项指标异常，我们几番抢救都没有效果，不得不宣布是自然死亡。陈高人，您见多识广，我想请您帮忙看看这人是怎么回事啊。这是活死人啊。没见识的麻瓜，这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活死人呢。活死人？难道是那个百年前出现过的活死人竟然又现世了？如果真是那样就麻烦了。据卷宗记载，这种活死人是被鬼界某种蛊虫侵蚀，会丧失身体的控制权，灵魂也会一直被砍食，直到被吞噬殆尽。还有更可怕的，这种蛊虫会通过操控宿主，在与其他活体接触时，将后代寄生在对方身上。等一传十，十传百后，所有活物都会成为蛊虫噬魂的载体。没错没错，想不到你小子还看过那个卷宗啊，那还是我写的呢。说啥呢？我们金海市又要迎来大灾难了。有那么可怕吗？喂，你在干什么呀？陈高人，扇他干什么？您有办法处理活死人？把他体内的怪虫子挖出来就好了，难不倒我大英雄动动腰。你不要瞎指挥啊！如果强行处理蛊虫，被他啃食到残缺不全的魂魄也会散掉，那可是真会死人的。陈高人，那样确实能解决活死人的问题，可这人现在应该还能救活，一旦强行拔出，相当于我们杀了一个人。罗某不认为这是一个对的选择。陈高人，那样确实能解决活死人的问题，可这人现在应该还能救活，一旦强行拔出，相当于我们杀了一个人。罗某不认为这是一个对的选择。英雄应该要保护弱小，然后他们只会做对的事情。但我觉得你做的事情都是对的。我懂了，那交给我吧，大英雄动动腰什么都能办到。人命关天，你不要轻易承诺啊。天灵灵地灵灵，叫你一声应应我行不行？看看我的眼睛，重重退散。你不要再胡闹了。是不是有这破纸条挡着你听不见我叫你啊？陈高人，快退后！这活死人恢复活动了。危险！可恶！不管了，
强行监管宿主的身体，为其做出正确的选择。秘术，神魂剥离。这是哪儿啊？哎，那不是我吗？杜杜妖怎么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了？哼，区区活死人，是时候展现小爷我真正的技术了。老白毛，你快退下吧。好的好的。你想吃我？恐怕你是活在梦里。构成灵体了，区区重置还敢在我面前作祟，哼，异想天开。这么容易就解决了？但是陈高人，受害者的魂魄已经三缺不全了，他要死了呀。我又不瞎，慌什么？铜像不就好了吗？这怎么可能？缝合魂魄，闻所未闻呐！嘿，好啦，回到你原本的身体里去吧。哇，事件完美解决，我也该把身体的控制权还给他了。陈高人呐，您的手段真是令我大开眼界，能不能教教我？真是奇迹，他竟然活过来了。哎呀，我只是暂时用了一下你的身体，至于这副德行吗？好像我咋地你了似的。木鱼死，精神病真是难以捉摸。你才是精神病，呸，你全家都是精神病，你个大坏蛋。跟你说，我帮你维护英雄形象，你还骂我，你才是大坏蛋。骂我？我不听，你就是坏蛋。你才坏蛋。孙院长，你是医生，陈高人这是犯病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是外科的。气死我了，十万伏特，快给我道歉。抓。没想到陈大师还精通唱跳 rap。 院长，大事不好了，我医生他们突然发疯了。救命啊！之前的伤者，糟糕，那他们一定已经感染蛊虫了。什么？陈高人，你也听到了，活死人不止这一个。你总部老早就派洞洞妖来拯救愚蠢的人类。陈大师，总部是什么意思啊？妖才不是精神病，洞洞妖是大英雄，这里就交给我吧。哟吼，干劲满满啊！洞洞妖真是太酷了。向老，算算日子，我们投放的两万蛊虫差不多该发作了吧？金海马上就要陷入大乱，老朽在这儿提前祝贺楼部长计划成功了。丞相老吉言，中元节马上就到了，这批活死人足够让镇魂司那帮杂碎手忙脚乱。届时鬼门一开，数以万计的鬼物侵入，金海市就是我们的天下了。